网易新闻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晨毅。画什么呢？画生日会是吗？就想这个发型和发色。我一心不能两用。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晚上很快很快，不要急。丢壁纸，那我一个。我20年过去了。小野说头发都长长了。呀。OK， 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当，这个是我，因为我之前做老师的时候，经常去怎么说，坐下来跟大家聊天啊，去讲一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坐，因为我而且还对于什么说那个坐地上，就是。因为舞社嘛，因为大家没有地方坐，聊天的话就可能大家都习惯坐地上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容易能够放松下来的一个姿势吧，也是希望说跟大家到，就是希望有个机会大家都坐在地上，然后好好聊聊天啊，有说有笑的这种，对，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场景吧。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和和气气的，然后好好聊一个天，然后聊一聊最近生活累不累啊，然后怎么样。对，然后我小野说就想多画一点，但是对对对呀、嗯哼。